酒，那公司的女子气啊，旺财爷爷的小姨家里的女子好一个领了回去，你就一家四口，家老贫困，子女高才，你就抬起了，就告诉家里的家婿，领到家婿的你不必提起，岂不你羞愧叫你错过，子女的贫穷，求你赐礼为礼。万岁你母一言为凭一言为凭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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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狗妹，你使劲做啥？来，你叫的家里要死高，两斤家里要死，你跑回家去吗？宋君兄，你就你母亲的家，是要被别人吃掉吗？那是自己成亲家，幸福亲家，幸福啊！不成，李英雄，你叫他的亲戚去许配我二妹去，快快给命成，可是要给黑金啊，亲家。拜见岳母，拜见岳母大人。啊，二位亲家，那套黑旧衣，亲家，亲。
个玉表首饰店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，寓意中秋宴宾诚心常温馨。这款月老千杯恩爱红尽发丝，那料是非生源因为林佩乱神，我在家到王家去看的新房去。要表示你为段时间心念大德，什么所谓之情，我也为梦去睡。你是谁领面圣爸爸脸上？哈哈。
啊，老夫人都有好无用来问问侬子。你问什么？丞相啊，哪个小姐的姑娘好吗？小姐的姑娘嘛，当然是好的了。哎呀，母亲娘啊！
首先你也请官人参观。哎呦，到底是常师傅的天津啦，可进进出出都跑了啦。阿玲啊，那有女性来者，多多擦开口看。孩儿，不要。哟，哦，姑娘，我和你说几件事。哦，弄到了那娘的面前拔起架子来着呀。弄不好，弄不好，算在我为叫小姑娘自家看过。行吧，哎，你不看嘛，侬自家看好在啊。哦哟，阿婆叫侬看，侬只光看，有啥个事情告诉阿婆。不过心中别无他事，真情深，又是什么玩意儿事情？母亲要为官人动情意义。哎呦，老汤长几岁了？那好吧，媳妇阿玲啊，把我的整个银装蒙上头身啊！孩儿，我去。那，跟我为啥不去啦？哦，我有算子，我去。啊，这下可把我送成乡绅了呢！加了加了，好好好，来坐。那孙子来接。
切，哎呀，孩儿啦，这个为他家呢，就在为娘身边多知几事，已经由为娘亲自照料，你先好好养些身体。今年就由为娘动他，我要与你谈谈家宝秘密。孩儿啦，来。是的，我都相信，姑爷茶人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言道要叫你亲自参观。哎呀，孩儿啊，像你今日刚回娘家，眼里怎么倒有书信嘞？
一定要为屈服。倘是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难道你不亲？你也要委屈不成？亲，娘。
家到王家，把为娘相恨。
娘家去嘛，侬不去；跟你回去了嘛，侬也是想叫伊回；跟你回来了嘛，侬又不肯上岸。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你啦，不正统。
行，乃是名门之人，千金之体，是从家到王家，一向立于正道，贫富不出。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地竟将我当作神圣。想今生乃是我有自己，你要为这冤家母女断绝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暗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归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
娘胎十八载呀，这样的苦吃不是谁you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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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thank you。
行吧行吧，大爷来这这是个礼仪啊，哎，怪不得谁养不得了。拜见你的二老板娘。是的，不然我这也是哦，我嫁你嫁你，我可不喊他混对混错的啦。
得比这个，好得比这个啦！Thank you.
母亲，娘啊，孩儿知错了。你爹娘望门笼笼不高，死门笼笼不香。哦，今朝因为人家弄得七点不到，弄到来讨娘子呀，来不及摘。好悔呀，悔呀，我有一个悔嘞。母亲，娘啊！翠波妹，你多情，家难分，愁伤母亲。教训惊做了不仁不义人，娘啊娘，受人上流上无端啊，你叫孩儿怎做人？万望娘亲来做子，从今娘亲也与我聚聚，娘以后听娘家我在噶好个起来，多谢母亲。阿玲啊，今日是踏别之年，侬上京观考去。要是有个一高半子，有一年才有交代，心都要面前赔个礼，还可以扶起我。娘叫侬上京观考去，侬去不去啊？孩儿真哩，可好个？快点整整衣裳，马上动身啊！那怕不了。母亲，娘注定说，我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晓得个，用不着侬操心，快去。上次人要是眼光拿阿玲一打头，还是寡妇的个。
手里三十公顷，却比层层共连理。她乃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理该唱唱一首小姐才是啊。啊，小姐，相声真相有你了。哎呀呀，我真糊涂，小五牛铃今日到中头被唱冤，他乃是一位唱冤夫人，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，夫人才对呀。啊，夫人，下官真相有你了。
我叫大母啊！
不是姑娘你万顷地的去向。
亲舞啊舞，免得媳妇来听不舞。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今朝陪谁是来陈冲，侬可以回到西伯牙回到东。媳妇侬三番不离，一时长远不足要去和尚做，可终究叫年事报啊！侬爹娘媳妇最好进拉宫，听从父母最梦乖，高明夫人与侬走。